伊若真正是真丝丝假扮的，一定会记错甲我发生关系。今仔我得往一步来被伊献出原形。姐姐。我即马就知影，我的头家真正刺激。你家有找人来救我亲戚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好家己亲戚。娘，哎，你弄清楚还有无重要？今麦想个电话就是，你啥做不得？哎，瑶瑶，卖丢脸嘛！我感觉哦，我今麦来当情愿纸片女的啥，还没咱两个人啊吵架。之前是假酒醉，现在真正喝了这灌到要醉啊！我现在是要安怎才好？我已经根本无办法了。别讲话，我挡袂牢啊！哎呀，我是创好的啦，阿吉要创啊？这撮人机一定搁在接触的。我不可能带来啦，拜托的，我老可能去介绍那个大指头，我最爱了，就你而已，我是不可能我陪你的。Carol 啊，你现在身体这样，那个会病肿出来吗？伊若是去伤着你家己身体，还到巴肚内底爆爆，安尼要安怎啊？少讲你这样，敢有敢敢陪伊陪我？无啦，我就想讲哦，你这个时阵应该在睏啊，所以我唔敢去挨擦，即个老蛋存的替你穿一挂衫啊，要叫你穿。所以你跟蔡文杰真正无做出对不起我的代志，当然嘛无。今麦我就坐下来看。好啦，我相信你。你看你想到你是看了啥？你给他电话。你竟然敢抢我的衫！放开啊！因为我跟小瑶瑶当在头家，小瑶就讲一定要穿你的衫，到你的名床，安尼才会感觉亲切。蔡文杰，你这个袂瘾，抢衫吗？